美国访问哦，那郑文灿之前也到那个美国去过白宫，那这一次这个 AIT 有协助您参加就是这个访美的行程。没有，目前没有。我们是跟学术界定位的非常清楚，就是学术之旅。一个是 Boston 的哈佛大学，一个是加州的 Stanford 大学，那都是做学术的论坛。另外还有跟一些企业界介绍一下高雄投资的环境。那这些都有经过我们叶匡士副市长的安排，其他方面我们都没有特别主动联系，所以可能包括 AIT 我们也没有请他们特别的帮忙，因为我们的这一趟的去美国之行非常的单纯，非常单纯。立委补选，现在民进。